你竟然敢胆敢为龙家打少爷！别动！别动！警察！是你杀的人呢？你是龙家人啊？我叫云妮。他们打算吞掉整个私帮的生意。龙家好像出事了，你带人过来。那帮警察目标是你。 你想怎么样？别动！你这辈子也赢不了我。苏西，就看你的了。Oh my god！ 一定要杀了他！都别动！到时候你出场，就可以自立为王。